做出我们有益的贡献。促进引进自己好好的事业，做出那么的方式。哦，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要感谢那么的主咯。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拣选那么这些卑微的器皿。归入这个唯一得救的教会。归的这个必以得救的教会。还拣选我们有奉于神伟大的圣工。还拣选那么不奉以神为来的圣工。我们要感谢神。那么有感谢神，他借着各种的操练，他借着各种的操练，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得到长进和升华，在那么灵命不断的到长进和升华。哦，我深深的感谢主，我深深的感谢主。虽然普天教会这几年来不安定，虽然普天教会这几年来不安定，但是我看到神在普天教会的工作。但是我看到神都普天教会的工作，借着一些人的不安定的作为，借着一些人不安定的作为，反而促进了普天教会更加同心，反而促进了普天教会更加同心，更加的兴旺，更加的兴旺，属灵和物质的建设更加的长进，属灵和物质的建设更加的长进。我要感谢那些批评攻击我的人，我要感谢那些评攻击我的人。借着这次的操练，借着这次的操练，感觉我自己的灵命也得到一些提升，感觉我自己的灵命也得到一些提升。因为我以前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称赞的话，因为以前我听太多称赞的话。哦，也许这个批评的话听得太少了，也许这个批评的话听得太少，所以现在借着一些人的这个批评。所以现在吃到一些人的评，或者攻击，或者攻击，使我的灵命得到进一步的造就，使我的灵命得到进一步的挫折。哦，使我知道怎么样才是经得起一个火炼的基督徒。使我知道讲只要做一个稍微火炼、经得起火炼的信徒。哦，我现在衷心的希望，我现在真心的希望，我们普天教会的主内弟兄姐妹。那么普天教会底下节目，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那么要遵循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教导我们，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教导，不要做糊涂人，难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叫我们彼此相爱。神的旨意叫那么彼此相爱。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旨意告诉我，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身体，既然是身体，它就是不可分割的，它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凡是分割主耶稣的身体的，谁有分割基督身体的，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神教导我们，神教导，那么在约翰一书。读一行一句，三章二十三节，少教底的少者，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命令呢，叫那么信伊，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主赐给我们的命令，并照伊所赐给那么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里叫神的命令，这里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得了那么要坚固那么的信心。所以大家要加强对真理的追求跟学习，所以那么要加强对真理的追求跟学习，对，使我们对我们真教会的教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才那么对真教会的教义有更深刻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同心来兴旺神的教会，才那么能够更同心来兴旺神的教会，使我们的信心得以长进，才那么信心得以长进，同时还要求我们有彼此相爱，当你要求那么要彼此相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凡是属神的，所以那么凡是属神的，凡是在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凡是彼此灵充满的弟兄姐妹，他一定赐给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心，他一定会赐给那么彼此相爱的心。圣灵赐给我们的一定是合而为一的心，圣灵赐给我一定是合而为一的心，他不会赐给我们分门别类的心，一比数跟那么鸿蒙贝鲁的心，圣灵不会赐给我们嫉妒纷争的心，圣灵比数跟那么嫉妒纷争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那么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有爱心，那么要用爱心去挽回那些
暂时真理还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跟挽回一下子里那辈认识的弟兄姐妹，去挽回那些迷失的羊，跟挽回一下迷失的羊，重新归回主的羊篮，重新归回到主的羊圈，投入我们真教会的大局，恩的真路教的大局。用我们一起举手祷告。那么一起交流祈祷，祈求我们慈爱的天父，祈求那么主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继续祈祷，继续带领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和灵程，以及来锻炼那么以后的一切工作和灵程。愿主恩待普天教会，愿主恩待普天教会，使我们更加同心合一的兴旺正道，使那么更加锻炼合一兴旺正道，同心合一的把普天教会办成一个荣耀主的教会。当年还一间普天教会办成一个应有之的教会，我们相信，那么神圣通过这次连总的来访，通过这次连总的来访，必成为我们真教会的一个新的起点，必成为那么真教会一个新的起点，真教会必然兴起，真教会必然兴起，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有撒旦的拦阻和干扰，尽管有撒旦的拦阻和干扰，真教会这个得救的方舟，真教会这个得救的方舟，必然继续破烂前进，必然继续破烂前进。愿主荣耀他的教会，愿主应有一个教会，愿主跟我们同工同在，愿主跟我们同工同在，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多多加给爱主的众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引起多多加给爱主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底下奉书圣名，请印尼总会负责人陈提多长老为我们劝勉，请陈其川传道翻译。奉主耶稣圣名讲话，奉耶稣圣名讲话。感谢赐爱的天父的带领，感谢主爱天父的带领。今天我到底来到了普天教会。我今天到了那么普天教会。普天教会对印尼的这个圣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普天教会对印尼的圣工有很大的帮助。印尼教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有一位从普天来的萧是替凡之事来到我们一定要我们印尼来传福音。你那位普兰的一个叫小苏的换技术到印尼同样福音，在三年之中呢，成立了三间教会。小李都还路是你三个的教会。所以今天看到，今话看到敲锣打鼓，他们敲锣打鼓。你们的舞队，这就是我们初期工人来传扬福音的一种方法。这里那么初期工人传扬福音的时阵办法。所以看到老一辈的呢，老一辈的弟兄姐妹，那么看到老一辈工人的给，我好像回到了1939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活着了来传福音？我都等着大家呢，以了会在的为主传扬福音。今天看到了普天教会这样的热忱，这样的蛮有爱心，这样的喜乐。那么跨到那位普天教会今晚的进化，心中感觉到满心的感恩。那么今晚跨到了，感觉满心的感恩。这好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一样，好像圣经启示录里有所讲的个十四章，在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我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的有44,400人，都是有他的名和他的父的名刻在额上的。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当伊又有144,000人，都有一个名和一副的个名写在头脑里上。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是在十四千万四
14,400人之中，14,400里头，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那么对于都有圣灵的印记。第二节说，听见从天上声音，像中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第二节讲到天灵的声音，你真主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而且呢，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声音，所弹的琴声。好，并且像这个大琴，随大的琴声。今天呢，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呢，不是也显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吗？那么开始了，你有个开始，我们有好像中水的祷告，然后就真主的声音的祈祷，我们也有琴声。那么有琴声，有鼓掌，美妙的歌声，美妙的歌声。我们可以再看，那么可以再看，他在宝座前，在司祭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人以外呢，没有人能够笑这个歌。在宝座前，便四恶伯哈顿正的老前唱歌，仿佛的新歌，滴了地上，被你的144,000人已过，我们难能有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以喜乐的心来赞美神。那么大家都可以用喜乐的心来赞美神。我们也是唱新歌。那么来唱新的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已经更新的人。因为那么大家都是更新的人，我们在里面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那么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这些人呢，为臣沾染妇女，他们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畜畜的国子归于神的羔羊。这些人比见殿前妇女，每人是单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每都跟随伊。每日准敬安拜礼的，做畜畜的国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一份子。所以，那么今话社会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何等的幸运！那么你何等的幸运！因为我们都是厨师的果子，因为到底厨师的果子有长者的名分，有长者的长老的庙，是已经归给耶稣、献给耶稣了。已经归给耶稣、献给耶稣了。将来呢，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得基业。那么可以到天国里头，就来得到基业。在天堂里面来享受神所给赐给我们的福乐。到天堂里头，享受神所给他们的福乐。在他们的口中呢，查不出谎言来，他们都是无瑕疵。到每个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每日不无瑕疵的。今天我们感谢神的带领。今天我们感谢神的带领。教会有圣灵来带领我们。各位有圣灵带领，那么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道到那么的心中，能够改变我们的一切行为，能改变那么一切的行为，让我们能够变成信人，在那么变成信的人，把以前我们所有的瑕疵呢都除掉，那么一切瑕疵都除掉，这个是其他的教会所没有的这个事情。这里其他的教会是不会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 一份子。那么要停息，那么都注意了这个的心格。中国真耶稣教会现在正在发展中。今天我教会，等我教会正在发展当中，而且发展得非常的快，并且发展速度比较紧。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里行给那么一个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那那么也知晓，我们还面前还面对着很多的困难。那么面前和面对真实的困难，就好像保罗，就像在传道的时候，都讲主的圣灵。他说他是在捆锁中来，传福音。这里一滴都会落同样同样福音。在腓立比书在这里第一章告诉我们，都腓立比书读了之后告诉我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这里说，弟兄们，腓立比书读了之后十二节，这里讲弟兄们，我愿意知道你们所遇到的事是叫福音兴旺，
我硬都未早晓，我是早起的时候，更是叫黑影醒我。说保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期望，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从第一天开始来兴旺教会，从他的干起哦来兴旺教会。但是呢，十二节说，以致我受捆绑，在巨营前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啊，这里有讲到，那么用捆绑的个恩哦，都是为表明真实福音的个。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个阻碍。同样欢迎也治疗到稀稀落落的阻碍，所以他这样说。所以安娜讲，只有何妨呢？既然何是假意的？第十七节。啊，都十七节。十七节说，哪一等人传道是出于结党，并不成事。那十等人等基督的出于结党，并不成事。一是要加增我们捆锁中的苦楚。一路要加添过困锁的苦处。十五节又说，十五节又讲，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我等可以嚟出于嫉妒纷争，也是出于好意的。我嘅嚟出于好意。十八节说，十八节讲，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是假意的，还是假意的？还是真心的？还是真心的？无论怎么样，无论在哪，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保罗都怎样讲？教会一定会在捆锁中来传扬基督。教会一定会在捆锁里等传扬基督。教会要在真假中来传开基督。会在真假等等传扬基督。保罗的目的就是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基督传开。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基督传开。今天教会，真耶稣教会呼起传向全世界，这个宣道的这个使命。真耶稣教会呼起向真耶稣来宣道的使命，这是我们最大的使命。这里那位最大的使命，也是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阿里主耶稣托付给那位的使命，我们的前辈已经走过了。那么前辈已经走过了，他们已经辛辛苦苦把福音传到东南亚，为辛辛苦苦将福音传到东南亚。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只满足于我们现在的情形。那么那满足于现在的情景，必须要再接再厉的更加的努力。那么必须再接再厉。保罗也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潜能。那么一定要相信主耶稣的大能，而且要有胆量，并且要有胆量。在是我们不断的努力来使自己能够站稳立场。三，那么不断努力跳恩立场。在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二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这样的深信，那么既然这有亲信，就知道人要住在这个世间，就早晓仅有住在世间，也切与你们众人同住，切与他们众人同住，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那么今天要站立得稳，要齐心努力，要竭力努力。在这里说，我们要有同一个心志，那么要同一个心志，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为那么所信的福音竭力努力。因为我们的福音是真的福音，因为那么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是天上的真神亲自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你真正来就天上开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一定那么要站立得稳，而且呢，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要为所信的福音竭力努力。二十八节说，第一节讲，凡事不怕敌人的警喝，凡事不怕敌人的
方式，只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这里证明每个敌人都没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再次说，所以保罗再次讲，你们蒙恩呢，不但要信服神，因为蒙恩不但要信服神，并且还要为他受苦，并且还要为他受苦。所以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已经告诉他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时刻里面，在那么传福音的时里，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会遇到到各种的困难，也要受到敌人的警吓，还受到敌人的恐吓。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惧怕。但是保罗讲，都没那个惊，你们一定要受苦，都没会受苦。但是神必定与你们同在。但是神必定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保罗在困锁中来传基督。这里保罗都困锁等等同样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那么今天要效法保罗。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不论遇到怎样的情况，无论遇到任何的一切阻扰，不管遇到怎样的一阻挡，我们一定要激励的来传扬基督，传扬福音。那么都要激励，同样基督，同样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那样说。记录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有。他带着雅各、彼得、约翰上山去祷告。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撒冷祈祷。他改变了面貌。伊改变了面貌。他的衣服发光。伊个个衣料发光。面貌呢，好像日头一样。哦，这个面貌好像日头色哟。彼得看到了。彼得快呢。他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快乐。伊感觉喜乐快意。他说：“主啊，能够不能够在这里踏三座藤？”伊讲：“耶路啊，能不能都在路大沙子爬？”让我们能够永远住在这里。伊讲：“像那么呀，永远能住在路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但是主耶稣啊，不回答伊。主耶稣没有这个应允这个彼得的要求。主耶稣不应彼得这个要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那么阿弥陀佛，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况的这个情形。那么那满足于现在的情景，我们已经建造了很大的、很堂皇的教会。那么已经跟错了真少真大嘅教论啦。我们信徒已经有几千名了。那么信徒还是有几千人啦。但是我们也能够想到。但是那么更要说到，还有多少的同胞，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好多嘅同胞不能听到福音。还有许多多的人啊，需要福音来拯救他们。好多话哩，那个嘅，人需要福音的拯救没？我们也知道。那么咋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需要我们去传扬福音。啊，世界上好真侪嘅国家需要那么嘅传扬福音。所以希望普天教会的长子弟兄姐妹们，那么希望那么福音教会嘅长子弟兄姐妹，能够在困锁中来传扬基督，能在困锁里头传扬基督，朝向我们重大的方向去看去跑，那么向重大的方向去努力，为福音齐心努力，为福音竭力努力，不断的装备自己，不断准备自己，为全世界的先道做准备，为真理爱的先道做准备，愿神祝福带领我们，恩主祝福带领我们，福音兴旺。福音兴旺，我们更加有智慧，更加那使我们更加有智慧。每个人都到神的祝福，啊，都得到神的祝福。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那么底下请我们沙巴总会负责人，我们曹米加长老哈为我们劝勉，请我们蔡永鹏传道哈奉议。啊，奉主耶稣圣名啊讲话。哈利路亚，何以老基督圣名讲话。啊，首先，小弟代表沙巴总会、沙巴所有的教会，问候所有的长老、执事、传道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首先，小路代表沙巴教会、西威教会，梦想那么在中的道路之处，各位弟兄姐妹，祝得平安。啊，很感谢主啊，神给我一个机会来访问大陆的教会。啊，感谢一路说个那么是给美好机会，你好嘛那么可能啊带了教会。啊，但是很感谢主啊，是让我看到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啊，感谢主，才能够跨到今天没看见教会门了。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大的会堂啊。啊，这里没看见这高楼啊，高楼。啊，又没有看到这样繁荣的繁荣啊。啊，这里没看见到这种的繁荣的气息。哦，实在吓了我一跳啊。哦、还有一个惊了。啊，但是很感谢主啊。哦、真感谢一路。啊，但是我们不要怕。哦、但是那么内惊。啊，是我们。遵守神的道、啊、那么要遵守神的道、啊、又遵循、啊、主耶稣的教训，要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啊、将来我们所要看到的真的、啊、真的真的好 啊, 啊再来那么要跨到更多、啊、这好的无比、啊啊、好的无比、啊啊、这个地方就是天国、啊、这个地方就是天国、啊、很感谢主、哦、真感谢耶稣、啊、虽然我讲华语讲得不好哦、虽然伊讲普通话讲不多好。啊，广东人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样讲啊、哦。哦，广东人有这句话安那讲？啊，我是广东人。哦，伊个广东人。啊，从小都念英文的。哦，真哩，伊个读英语啊。啊，在沙巴所讲的都是客家话。哦，都沙巴讲的嘞客一路本地话。啊，所以讲话讲到普通话就比较难一点。哦，所以讲那么普通话讲会口气就少。啊，所以一句广东话这样讲啊。啊，所以有这句广东话那个。啊，广东人说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讲广普通话。哦，你讲广东人天不怕地不怕，来讲讲普通话。啊，但是我们做主的选民啊。哦，但是那么作为主的选民。啊，还怕什么啊？哦，那么讲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啊。哦，因为那么有神的同在。啊，这感谢主啊，虽然讲得不好，还是讲啊。哦，所以感谢耶稣啊，虽然讲不好，还来讲。啊。因为我真的神与我们同在的哦，真因神跟他们同在啊，就好像啊，真道真这个救恩传入沙巴这样哦。哦，就好像救恩传第二路沙巴教会啊，在1917年，都1926年，哦，都1920年啊，至于一本啊圣人表进寄进沙巴。哦，那是给咱等的沙巴啊！今天沙巴已经有了100多处的教会。哦，很离沙巴有18多处的教会。啊，一万五千多个信徒啊！有35000人信徒。啊，但是跟台湾来比，真啊不跟中国来比，真的没得比的。哦，但你跟他们等我几片了，八片。哦，但是你们知道沙巴只有200多万人口啊。哦，沙巴总共有两万多万的人口。啊，所以15000的信徒不算少啊。哦，曼谷的信徒不算少。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后面还有三位啊长老要讲话。哦，奥运后三位都落不讲话。啊，所以愿主耶稣大大祝福你们。哦，所以我们接落代代祝福他们。啊，看顾你们，保守你们。哦，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啊，又使到你们在你们日常的生活得到啊平安喜乐恩惠。哦，我那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平安喜乐恩惠。啊，也愿神的灵在你们中间来运行。哦，人心的灵，我们都没动眼。啊，使得你们的灵性将刚强。哦，在那么灵性刚强。啊，信心坚固。信心坚固。啊，凡事都晓得来依靠神。凡事都怎样去依靠神？啊，来得到主耶稣的带领，圣灵的能力来奔跑天国的道路。哦，得到一路锻炼，圣灵的能力来奔跑天国的道路。啊，将来就能够看到好到无比的东西。哦，再来看到好的无比的美呢。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那么，底下请我们马来西亚总会负责人。我们冯耶稣亚长老劝勉，请张长同工翻译。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I speak. 奉耶稣圣名讲话。Thank the grace of Lord Jesus Christ that today I'm able to come here to worship the Lord God together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莆田，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真神。When I come to the church yesterday. 昨天我来到我们教会。
I see tha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s wearing a T-shirt with an English word at the back. 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穿着 T 恤衫，后面写着英文的字。The word is you should be well prepared. 那个字说你们应该好好的预备。I ask a sister, why is it that you just write the English word? 我问一位姐妹说，你为什么要说用英文写这个字？Is it that all of you all also understand English? 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懂英语？She says, 她说啊, we must be prepared to go out and preach to the people who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我们必须好好学英语，要向那些不懂普通话的人传福音。Oh, this attitude is worthy of praise. 这个态度非常的好。You are ready to join us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work.你们对连总的到来非常的热情。You can joi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work. 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连总里头。We thank the grace of the Lord God.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We thank the grace of God. 感谢神的恩典。Second Timothy chapter 4. 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后书的第四章的。Second Timothy chapter 4 verse 2 tells us.第四章的第二节 preach the word, be ready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He tells us to be always ready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这里头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So when you say that you must be well prepared. 所以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是要警醒预备。That means that you must be prepared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at all times.你要随时随地的传扬神的真道。Here it also tells us. 这里头也告诉我们。That in these last days, preaching the word of God is not so easy. 我们说这里头传道并不是那么的简单。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 not listen to the truth. 很多的人他根本就不听我们的福音。But in verse 5 it tells us. 但是在这里头讲到。Here it tells us to be watchful in all things, endure affliction, and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这里头告诉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劝诫、警戒人。This we have also seen in our early workers. 我们这里头在早期的。We have seen our early workers have endured all these things. 我们早期的使徒都有一种百般的忍耐。But to us in this generation.他告诉我们要。Do this to us now. 对我们今天来说。We must also be prepared. 我们应该也要警醒的预备。Prepared to endure afflictions. 今天我们要预备各种承受百般的忍耐。To be watchful and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我们要要时刻的专心，然后责备、警戒、劝勉人。We thank the grace of the Lord God.我们感谢神的恩典。The work of God is not by our own might. 神的话语是伟大的。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的预备。Prepare ourselves to prayer.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来传福音。We must also prepare to prayers. 用祷告来准备。我们应该用通过祷告来准备。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by knowing the word of God. 我们应该要通过明白神的真道来准备。Preparing ourselves by learning English. 我们要学英语来准备。So that we can also bring the gospel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这样子我们能够全世界的传扬福音。All gre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感谢神的恩典。感谢。底下我们请我们台湾总会的负责人许敦林长老为我们劝勉。请我们的启春传道翻译。奉主耶稣圣名讲话。奉主耶稣圣名讲话。感谢主安排的好日子。感谢神安排的好的日子。感谢主预备的时候。感谢神预备了系列。我代表台湾总会各地教会弟兄姐妹。向我们莆田教会所有的同龄问安。
我代表台湾的个全体的教会，向咱们普联教会全体下姐妹蒙安。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阿弥以弗所读了之后，第二节是讲的，在耶稣里基督里面的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为主忠心的人，为主忠心的人。以弗所书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以弗所书就是讲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他的这里有告诉我们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有真理，有神的灵，那么这里有神的灵，有神的能力，有神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头，充满到那么里头，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上的的肢体，是一个荣耀。那么小为耶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的何能荣耀，主耶稣基督身体只有一个，主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肢体和身体不能分开，肢体和身体不能被分开，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身体里有头只有一个，这个头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头就是耶稣基督，身体和头不能分开的，身体跟头也是被分开的，身体要听从头的指挥，身体要听从头的指挥。在第四章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到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教会是有组织的，教会是有组织的，有制度的，有制度的，有各种的圣工人员，有各种各样的圣工人员，各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各肢体有一各肢体的功能，但是这肢体要与这个身体联合得合适，那么肢体与身体要联合得合适，这才是一个健全的荣耀教会，这才是一个更正应有的教会。在第二章里头，到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以前我们在行事为人是受了魔鬼借着风俗习惯来领着我们去为人处事。那么以前别人信耶稣的事呢，你受着魔鬼的逼迫，现在受主的祝福呢？现在已经与基督复活了。那么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那么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和主耶稣同掌往前，那么跟耶稣实实有同掌往前，当我们洗礼奉主耶稣的名，就有权柄赦免人的罪，那么教会奉耶稣的名洗礼，就有根把赦免人的罪，我们一句话就把魔鬼赶出去，那么可以用十句话就可以将魔鬼赶出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按手病就得医治，那么奉耶稣的名按手八九年得到医治，圣灵就是神的灵，圣灵就是神的灵，给我们有赦罪的权柄，给我们有赦罪的根吧，也有定罪的权柄，当然也有定罪的根吧，这也是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记载到《约翰福音》第二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第二一节到第二三节。听，主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主。”主耶稣讲：“听从他们，就是听从主。”听从主的，就听从天上的神；听从主的，就是听从天上的神。所以教会是有制度的，所以教会有制度，有组织的，有组织的，不是一盘散沙。教会你什么散沙？所以在第二章里头，谁读第二章里啊？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第二第节，就是我们不是外人了。所以那么的你归人了，我们也不是客旅。那么按你客旅，我们现在与圣徒同国，那么与信徒同国，也就是神家的人了。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借着圣灵，那么借着圣灵建立圣殿，建立圣殿，这才是荣耀的教会，这才是应有的教会。外人不关心我们家里的事，
那么桂林不管你那么家人的数量，外人也没有资格承受我们家里的财产。桂林也不足够承受那么承诺的灾难。克里是没有家，卡里你不够的，是一个流浪者，你是个流浪的人。我们现在是神家的人，那么现在你神家的人，神家有弟兄姐妹，神家里有弟兄姐妹，神家有爸爸，天上的神，神家里有老，你天上的神，这个家有温暖，这个家有温暖。我们出生，那么出生，长大，大，受教育，受教育，这个家给我们一切的恩惠，那么这个家给我们一切的恩惠。那作为成这家里面的人，那么作为这个家里的人，那个资格呢？那个资格呢？就是与圣徒同国，就是与圣徒同国，这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国家，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是很荣耀的，所以那么你真荣耀。我们肉体上有地上的国，那么肉体上有地上的国。我们灵性上有神的国，那么灵性上有神的国。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神就是那么的老。但是这个国里面的人要有成为圣徒才有资格。那么这个家里的人，这个国里的人要成为圣徒，你才有资格。圣徒要三个条件，圣徒有三个条件，就是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主耶稣宝血所洁净因信称义的人。第二点，第二个，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要分别为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要分别为圣。有信和没有信的，有信的，有不信，或是传异端的，或者跟传异端的，被除名的，或者被除名，就不是称为圣徒了，你称为圣徒了，也不是我们的国家的人了，啊，你属于这个国家的人了，就不是神家的人，你神家的人了。第三点，第六点，圣徒就为主的名忠心的，圣徒就是为主的名忠心的，维持真理，维持真理，忠心于主的这个工作，忠心于主的工作，忠心于真理的正确，忠心于真理的正确。所以在教会里头，所以都教会里头，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家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圣徒的条件，但是我们要记住信徒的条件。我们现在大家在建立神的殿，那么都在各里神的殿。当摩西建立会幕，摩西各里会幕，所罗门建立了圣殿，所罗门更造了圣殿，完成神的荣光就充满里头，完成了神的荣光就充满到里头。神的荣光就是荣耀，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教会是神的殿，那么教会是神的殿，要让神的荣耀荣光充满在我们里面，要将神的荣光荣耀充满到这个里头。这个荣光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个荣光就是圣灵在那么八十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就是圣殿，那么八十个人都是圣殿，在我们的身上要荣耀神，那么读那么一个信上有运有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建圣殿，那么八十个人都要耕造圣殿。每一个好像一颗活石，那么八十个人都好像石块。耶路撒冷是石头建立起来的，耶路撒冷的石楼各立百业。每一个人做一个宝石，八十个人都应该的石块，为教会贡献，为公会建立了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都开始了第一节，天上耶路撒冷降下来，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下来了，要这个有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这个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一方面有救恩保护我们，有救恩保护我们，一方面叫我们和外面有所分别，上面你的管理有所分别。那么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建立起来是长宽阔都是一样的尺寸，这个长宽阔都是十十一样的尺寸。
不但是释放的是立体的，不但你释放有立体，也告诉我们每一位在建圣殿每一颗石头都是完整的。你告诉他们跟错圣殿的南门不会是被修了，无论从领导的或者被领导的，不管你领导或者被领导，不管从左边右边看起来都一样的，不管从左边或者右边跨拜的色落，从人来看，从哪里跨，从神来看，从神里跨，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圣殿才是荣耀的，所以圣殿才是荣耀的。我们圣殿就建在基督的根基上，那么跟错的都一路的经历的脑，也是先知使徒的教训上，神地和所罗的高恒的脑。那么这个圣城的高墙地基有十二个，那么圣殿的地基高墙有十二个，每一个根基就宝石，每一个经历的宝石都记在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都记在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对教会建立贡献越大，对教会贡献无大，出力越大，出力超无大，就是要更谦卑，就是应该更加谦卑。宝石不是放在高高的顶头，宝石里放到高高的顶头，宝石是放在地基埋没自己。宝石里保留你半途地基的恶劳，所以我们是谦卑的服侍主，所以那么有甜蜜的服侍主，这样的教会完成了，这有教会恩行了，能够荣耀主的名，能荣耀主的名。我讲这几句话做我们互相的勉励，那么就刚才鼓舞作为那么彼此的勉励，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临到诸位圣徒忠心的人，领导智慧为主等领的艰难。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这次能够来到我们普仁教会。感谢神，今天所能够来到普仁教会，真正的体会到主内一家的这个气氛。仅仅体会到基督一家的气氛。同时，我也以普天人为荣耀，当你怪以普莲人为荣耀，因为我的妈妈就是普莲人，因为我的牛力得了普莲人，她把美好的信仰传承给我，一件美好的信仰传承给我，所以来到普莲就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来到普莲呼求回家时候，我们这个国际联合总会，那么这个国际联合总会是由各国代表组成的，来由各个代表组成。那么在代表大会当中拟定的规章，都代表大会里有拟定基准，是根据真理所定的。来根据真理是定定的。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有60个国家，建立了教会。是那么已经都世界60个国家建立了教会。这是主耶稣的恩典。这是基督的恩典。虽然国家很多。虽然国家进行教会很多，教会进行，但是呢，大家真的是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但是大家真印度真道上合一为一，大家彼此联络，大家彼此联络。国际联合总会，国际联合总会就是联络各国的教会，就是联络各国的教会，并且来帮助各国的教会能够建立他们的这个建成他们的事工，并且帮助各个国家的教会建成我们的事工。譬如说，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等好多的国家，等等近邻的国家，他们缺乏传道，我们开阿电脑，联合总会就从各国调派传道，得整各国调派电脑支援他们的圣工。给支援我们的圣工，所以让每一个国家的圣工能够健全的发展，使在每个国家的圣工能够更进健康的发展，在推展圣工当中，都是讲推展圣工等等。我们联合总会有一个责任，那么联合总会我是给自己要统一教义，要统一教义。所以假如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谁对真理价值有不同的看法，若是跟共信之道有关的，跟信力道有关的，我们就劝勉
弟兄姐妹不要去传。啊，那么在客面底下，咱们按这个一个点。啊，必须要提到真理研究会来讨论。必须提到真理研讨会的讨论。联合总会啊所举开的真理研究会。这个联合总会举开的真理研。